21日，陈婷在微博晒出张艺谋近照，并称毕业了，美国时间520波士顿大学授予导演荣誉人文艺术博士学位。照片中，张艺谋手拿毕业证书，与同学们阔步前行，喜笑颜开。不少张艺谋的铁粉看到后，第一时间给他送去了祝福，并为张艺谋导演点赞，毕业快乐，恭喜恭喜，实至名归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